我是何敏娟，今年76岁，进行戏曲声乐教学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。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，我看到很多学生还有很多戏曲工作者，由于发声方法不对，演唱过度，声音出了问题，我觉得这样的牺牲太不值得了。越做这样工作，我越觉得这项工作的重要和必要性。像有名的杨春霞同志、李崇善同志、王蓉蓉都是在我这里进行过声乐训练和研究，他们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。戏曲学院的很多中青年教师，他们也都很重视这项工作，所以戏曲声乐工作呢，面就铺开了，影响也大了。最高音是开心。我虽然今年已经76岁了，我从来没有退休过一天。上课一直在坚持，直到现在教研究生，当了研究生的导师，我也还在做，这都是应该的吧。字断情不断，嗯，你就逮住这个真假声混在一起，不怕高也不怕低，驾落到这儿，不要落到驾落嗓子眼儿，落到驾落到桌面上，对，声音有依托，有支点，就怕没有支点的声音，空空旷旷，不没着没落的不好唱，气永远是根本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第6次课了，我很想知道这三位同学。听了我讲了这几次课，有一些知识点，有一些戏曲上的常遇到的问题，你们觉得都听清楚了吗？通过跟您学习这个科学的发声，对这个我们戏曲演唱非常有好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有很多韵白，我感觉韵白比唱还要费嗓子。哦，请你举例。还是包公赔情里边一句要韵白。你先把词儿念给我们听听。嗯，嫂娘啊。恩嫂，爹娘自幼相弟我抛我弃，多蒙兄嫂抚养成人，这再生之恩莫时难忘，小弟怎敢一愿报恩德，可恨包勉贪赃枉法，与肉不幸，这国法难容，私情难念呐。小弟忍痛扎之，师出无奈，还望嫂娘深明大义，宽恕小弟就每当我说完这番话以后，下面紧着唱的话，都感觉嗓子也很疲劳了。你这样唱我听听。蒙嫂娘是
行，请坐。就是。他说他，念白有困难。他说他念白以后唱这段就唱不了了。我听到的是相反，我觉得他的念白很会用共鸣了，很多地方你都用上了，有的地方没念好，但总的来讲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你说念白以后就唱不了了，刚才事实证明你唱得了。我说的是以往，因为这从过最近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变化了。我感觉是那我祝贺你。你刚才那个念白啊，也是用唱的办法念的。对对对对。共鸣也用了，少数的几个字没用上。那个你来来。嗯。是练高句啊，进高过。你的问题很明显，就还是气浅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另外，你这个牙这个地方，哎，没有劲儿。哦，对，我当时你要感觉到把声音我要拽到这儿来，又不能咬牙切齿，又不能够牙不使劲，知道吧？字也清楚了，鼻子也起作用了，对吧？再来一次，好，是你。挺好的，你想高卷，你下去不要卷，后面起来了，高卷，对呀、啊，下去，心高挂，欢乐。你这个周跟唱是一样的，那你就是淡定，周就想起了，不要这就说去啊，挺好啊，我听你说上去了啊，下去啊，哎，下去也别上来，下去啊，你觉得好点吗？嗯。好点吧，嗯，你就按这个路子来，因为你有那个唱的那前提了，千金念白四两唱，好像念白特别重要是吧？嗯，唱是要用气的，念白呢是音乐化了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它只不过不是一般的语言，是被音乐化了的语言。对对对。所以同样是应该要用气的，要有技巧的，对吧？你一个优点还有个优点。你刚才没有一个字是推着唱的，你都是吸的，这就叫吸，这就吸，这推。我要问几个问题，希望你们回答。现在请看大屏幕，请总结发声时气息的运用要领。陈丽宇来说吧。刚才何老师讲完了以后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气要往下沉，还有这边有
有一个大概有两个拳头，差不多两个拳头的这个长度的一个玻璃管，在自己的胸口，每趟要唱的时候都要用这个无形的气按它，无形的气去按它，做支点啊，做支点。还有这底下碰到高音的时候，你要越把它往下打，它弹的高音就能越漂亮，越好。这样，你补充。因为在唱的时候，通过平常的时间也是，这个后腰这块还有小腹这块，有一种撑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撑起来的感觉。好，现在看看正确答案，气沉于底，声贯于顶。对，是吧？八个字就把你们刚才说的就有了。这里是有力学的原理，是吧？就是打下去往上翻，力学也叫做反作用力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再提第二个问题，真声带和假声带，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呀？真声带肯定是用来发声的。对。假声带它是只不过是辅助作用，是吗？怎么辅助？就是在一般的时候，咱们说话唱歌是用真声，然后但是您刚刚讲过说要是搬一个东西，然后摒弃的，对，然后就会用假声带发出声音。对对对对，它是干那个的。看看正确答案，真声带是唱歌和歌唱用的，假声带是平时搬东西并气用。再问第三个问题，艺术嗓音和生活嗓音有什么不同呢？艺术嗓音是通过修饰的，通过美化了的，就像刚才老师说的，这个我们这后面需要这边打开，就像抹鸡蛋一样的，这样子通过很多的方法去把自己的声音美化了，漂亮了。生活的嗓音就是没有通过装饰的雕琢的。好，现在看看正确答案。艺术嗓音声音是竖的，口腔动作大，位置靠后，共鸣位置啊。生活嗓音呢，声音是横的，口腔动作很小，位置靠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有了声，要想声音竖，你要想那个共鸣有位置，你动作就要大呀，不然那共鸣通道打不开呀，是吧？这些大家都记住，因为声波嗓音你讲话随随便便，你吃饭了吗？这样也可以，你这唱怎么可以这样唱？还有一点就是声波嗓音有时候说话说多了特别费嗓子啊，累这的。因为说话的人不见得都懂得发声方法呀，他没用气说，他把气提上来说了。你比如说晚上有一场演出，我下午跟谁谈话，说话说多了，晚上演戏嗓子肯定不好用。对，你就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些位置，也找一些共鸣。就是会有意识的不拿假声带去折腾它。那会省一点嗓子是吧？好，下面你的问题，如何更好的保护嗓音？这个有好多条，是刚才老师有讲到很多条，第一条是什么？运动是你最重要的。首先是学会正确的发声方法，但正确发声方法不是叫你去按美声的唱，或者按流行的唱，是按咱们戏曲声乐的要求来唱。还有一道题，如何更好的学习和继承流派的演唱风格？就是那个三个。那就是那六个字了。进铁，临铁，进铁，出铁，根据自己的条件，流派再流，绝对不能停滞不前，是吧？而且要根据自己的条件。好，刚才的问题大家回答得很好，我非常高兴。现在我期待着看你们的表演，希望你们去做准备，有一个出色的表演。他们壮高保年。
官不良。
生之恩，胜群娘，谆谆教诲。
口腔最主要是唇齿舌和吐字的，吐字是字头，总的印象就觉得他的声音还有点不够透亮。